火锅，肉馅包，火锅。火锅，对，火锅我在家自己做了。火锅，烧烤，好惨的。我在家吃烧烤，我要吃火锅。哦，我出去走走就不错了。对，我也想。其实我们在家里也有吃火锅，但是家里爸爸妈妈做的比较健康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我想吃那种比较健康、不健康的。我家有跑步机，仰卧起坐。但是小七，你在跑吗？你跑吗？你用那个跑步机吗？他跑，他在跑。撸猫算是一种运动吗？算。最近吃胖了，有在做小七之前教我的那个，反正就是健身的项目。小七，你真的是利用这个大家的这个时间让你的猫出镜，不行，我也要把我的猫抱过来。就是在家看视频，然后跟着那个视频运动，打游戏运动，打游戏运动。我都买了羽毛球跟乒乓球了，还有毽子。Hello， 我是小七，我在疫情期间在家里干什么呢？先给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，我有三只猫，它叫乔豆，是一只胖猪猪，它是豆包，它桀骜不驯，不屑与其他两只猫咪为伍，但是它特别爱撒娇。它叫麻袋，它特别爱向人讨东西吃，贪吃鬼。I rest ye merry gentlemen.